所以这位玄妙观啊，妙不可言呐、啊，哦啊、哦，妙不可言，哦，所以迦摄尊者得到有偶，就破颜微笑，哦，其他的人家本来就笑不出来，因为不晓得那什么原因嘛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啊论理里头讲啊，有一个弟子问佛陀说：“哎，世尊啊，你说无有正法言场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无智教外别传，复至摩诃迦语。啊，求你正法言场，我有两个眼睛呢，是藏在左眼还是藏在右眼？”打破砂锅，砂锅问到底。金刚经论理啊，文殊菩萨代替诸佛菩萨来请示世尊啊。世尊跟这个徒弟讲，不是藏在左眼，也不是藏在右眼，藏在两眼之间，有没有清楚？有没有清楚？正法要藏在两眼之间，清楚。